基隆黄姓宗亲的团拜，洋溢浓浓的在地人情味。除了向黄姓祖先敬拜，大家也团拜互道新年好，强调健康最重要。现场新春气氛超浓厚，其中104岁的仁瑞也到场参加。我们基隆市黄姓宗亲会新春团拜，我们在总社真早就来，欢这个中昼要大家聚餐。即摆过年的气氛吼，干那谈只会馆，只较有感觉，安尼啊，我今日非常的欢喜，看到只宗亲大家非常踊跃吼，啊，大家迄个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家大发财。而最受欢迎的就是宗长们发红包，让老老小小都超开心。中平山县安，啊，咱理事长，啊，咱代表厅，丁峰理事长，还有我们的常务理事长，祝你中长，新年快乐，祝你中长，新年快乐，来来来，好，加油，来，谢谢公公，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大快乐，加油，加油，旺旺旺旺旺，旺旺起旺就是。因为十五年前原来建地啊吼，甲建议讲，因老爸啦，因爸爸吼，我说黄建志啊，甲建议讲，过年大家到底的时候，我讲安包一个吃好呀，啊，伊阵才开始讲，哦，我理事长出100块，伊爸我出100块，啊，不多人啊哩。你们理事长方林理事长出100块，啊，过来就是正林的吼，这个国清理事长又出100块，啊，我嘛出100块，我是正林，啊，阮正林啊，这个台平理事长出100块，所以今年红包1包400块，祝福大家事事如意，多谢多谢哦。黄姓在基隆是大姓，仅次于陈姓跟林姓。因为防疫的关系，许多宗亲说好久不见，而现场宗亲长辈们也希望老宗亲能齐聚一堂，慎终追远，忠信孝悌的优良互动传统继续延续下去，也让在地更加美好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